就真的非常羡慕 Kiki。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年会的时候，那一年你正好拿到了那个 iPhone。哦哦，对，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，就觉得你运气真的好好。然后后来就听说你前年也有拿到，就是 iPad 还是什么？对，后来就 staff 跟我们一起竞争了嘛，就竞争不过了。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了，因为你就是所有的奖全都包揽过了，对吧？如果你中两个 iPad， 你还要想那个 iPad 怎么办？但是你像 iPad 呀、iPhone 啊，还有什么拍立得呀、购物卡全都中过了，就感觉也是非常幸运。